甘蔗属于水果类吗？甘蔗不属于水果类，甘蔗是属于甘蔗属的草本植物。因为水果是指植物的果实，而甘蔗的可食用部分是其茎秆。甘蔗是温带和热带农作物，是制造蔗糖的原料，且可提炼乙醇作为能源替代品。甘蔗中含有丰富的糖分、水分，还含有对人体新陈代谢非常有益的各种维生素、脂肪、蛋白质等物质，主要用于制糖。表皮一般为紫色和绿色两种常见颜色，也有红色和褐色，但比较少见。甘蔗按用途可分为果蔗和糖蔗。果蔗是专供鲜食的甘蔗，它具有较为易丝、纤维少、糖分适中、精脆、汁多味美、口感好以及茎粗、节长、茎形美观等特点。糖蔗含糖量较高，是用来制糖的原料，一般不会用于是受鲜食。